对哦，哇，中了！哦哦哦哦，自由自由自由，不用开枪了啦。背带嘞，拿掉了。因为我知道今天你要帮我拿冰箱，就说嘛，所以我就把背带拿掉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撤掉了。没有啊，真的吗？没有啊，那只是那个位置而已啊。哦，定位球。没有整条，没有整条完整的线呢、啊。哦，那现在今天很有鱼，大呀大呀。你也拿一边呢、啊，这样比较。那不会被。拦截走，有没有轻？这样那么轻啊！其实两个人拿这样就很轻哈。对。等我要让它很重。怎么就我们都放石头？给不了哎、欸。没有海鸟。哦，右边好多人哦。对啊。可是那看起来不是在钓鱼啊。是观光客吧？但不会在那个吧？这是观光客走回来的，走回来不然走过去神秘洞那边，有没有那边车那么多？一个多小时呢？就当做日光浴啊。哦，那内后了，不是在看什么东西就好。上次去那个蝙蝠洞，边有人在砍魂。啊！在招魂。那够水沟吗？随便啊，我就这次跑到水沟这边了。那边的流比较漂亮。哪里？那边的流比较乱。水沟那边啊，因为会流出啊，所以那边的水现在都流乱糟糟了吗？还好，这样天气不错哦。有水鸟来了。低空飞过，你看还有，这没浪，很好。今天要去中南部，吹大雾。谁？没有啊，他们有一群专门在吹大雾的。那就这边吧，还是你要过去？对呀、啊，好。啊？好。啊，这边，好，就这，就这。哦。今天呢，没有带很多支竿，只带了这一支邪恶之竿。一只善良，一只邪恶。善良现在还在日本，现在用这只邪恶之竿。这是什么 ？NASA Limited S116M Plus， 我的邪恶之竿。希望它今天可以很邪恶。然后配上的卷是这颗 Shimano 的
Stella C 五千 XG， 然后再搭配那个风山的线，风山的 Viral 病毒，五千贝贝给我病毒哦。但我现在还没有，希望这个病毒可以发挥威力，帮我吸引很多鱼上来。希望是有传染力的病毒。然后再搭配八号的前导线，配合八号的前导线，因为我之前从五号、六号怎么抛都断，所以现在弄到八号，八号目前是都没事了。用八号前导线，用这叫什么？用这个牌子。说这就搞诶，你在讲啊给？那今天先来抛，先来抛40克铁板 ，Jaco 的钨钢铁板，搭配两个铁板钩，上面一个不锈钢转环。再来重新快速介绍装备 ，NASA Limited S116M Plus， 这是碳抛竿。然后搭配的是 Stella C5000 XG 的卷线器，再配上风山 Viral 1.5 号的 PE 线，再绑上 FG 结，然后碳纤维前导8号的一个铁板转环，跟一个那个转环，然后两个铁板钩，40克钨钢的铁板接口，来。然后我的习惯就是 FG 结不会进导环。好，开战了哦！好，首发，第一根 ，Go。这边呢，来过几次，底下都是沙子，不太会有掉队的问题。然后很咬，之前来都很咬，甚至有高达75%还80%的那个几率，但后来就不咬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运用完了。如果铁板不咬，等会就会应用看那个小水球。好，第一杆没有。
枪了啦，慢慢慢慢收就好了。哦哎、欸，哦哦，很大只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很大只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很大只哎、欸，哦哎、欸，哦哦，很大只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很大只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很大只哎、欸，哦哎、欸，哦哦，很大只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很大只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很大只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真的超大只的！好，跟着慢进来，赶快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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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哇塞！哇塞！哇，不是啦，雷亚啦，嗨雷亚啦！哇，高级鱼耶、欸！哇，高级鱼！哇！碎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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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Give me five, give me five, give me five, give me five！ 哇，过个好运，过个好运！哎、欸，高级鱼种哎、欸！哇，你钓什么？那个灯丸。哇塞！哇，高级鱼种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冰箱不可以放哦，不可以放我的冰箱哦！哈哈哈海雷亚呢？哇，高级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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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碎了，沉底嘛的，哇，厉害，这厉害，哇，第一只就这么大只的，哎、欸，这只够大呢。可以回家了，可以回家了。不是，我说我要回家了。哇，碎碎碎碎碎！快在我的摄影机镜头面前。后推一点啊，后推一点啊，哇，赚了，来这边掉头扇，呼呼呼，哇，这条对打，这条对打，好，我要加油，能够自己啊，啊，好棒啊，用海水冰啊，想办法装海水啊。去装了，去装。拿那个保特瓶去装。因为我拿袋子去装掉了。袋子是不要啊？我有，我有。这个一下就破了。包是要创啥啦？不是啦。二十趟来回。啊？二十趟不用包啦。不要，我就怕那个鱼味。你冰箱我会洗啊。你包老半天，它还是得泡着啊。你这样又没有办法隔绝那水进去。倒桶。啊靠！哎呀，哎呀，那我是要钓啥？去装水，去装水。就满了。啊，这样怎么办啊？还没开始钓，我都还没开始钓，他一只就给我爆桶，里面还给我丢石头。水要拿出来了。
这是要哪？这是要哪捕啦？确定要安尼？确定啊，钓鱼啊，本来就安尼啊，无你，无你是想要安怎？啊？你东头，我东尾。好。头是这。好。那个七以后，以后都是尾。他们要拉网，拉网了。有办法靠这么近哦、喔？他要抢滩了啦！他要抢滩呐！他真的要抢滩啊！哎，真的嘞！好帅哦！他要把那些拉出去啊！酷哦，开始要拉网了，没鱼啊啦！走，啊，这应该只有浮球没有网吧？再挂哈！哇！下网喽，下网喽！拖！我以为用船载下去这样子造诶。那是先退回啊，然后再收线，然后再冲出去呢。怕线太长断掉。放了啦，中秋节没鱼啦。对啊。最好少看一看。一点半了，还没有钓到鱼。终于中鱼了！
什么东西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不大只啊！啊，好了，也不错啦，总算开湖了。有来吃，应该是撞刺冲啊！终于有了，终于有了。发掉，发掉，发掉！应该是撞，应该是撞你的铁板。终于开湖了，终于开湖了。我终于开湖了，应该是撞，要去撞、啊、那个，刚好被你1:35，终于中鱼了。哇、哦，闷了好久、哦。来换小铁锅，小刺葱，小刺葱。冲进来，来换小铁锅。小刺葱，小刺葱。我可以放进冰箱吗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耶！终于，象征性的最后三杆。象征性的最后三杆啊、哦！现在已经干草底了。各位观众，五支烟，好、哦，下课。到水